半枪之后是生前那黄义伦生前哦，寄放在他家里哦。那他主要是去哦替大哥黄义伦报仇。那因为哦那个公庙他是固定哦每个月的初一哦会有发放，下午会有发放爱心米的活动。那林立昌可能会在那里出现，那所以范检他就是趁这个机会哦去公庙看哦被害人林立昌是否出现。范检他是有坦诚哦，他农历哦七月一号是有到现场去看过，当时哦林立昌没有在现场。其实，在黄义伦出殡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有哦在黄义伦的灵前说他到时哦会替他报仇。好，怎么样？你看，不要动。我背后面，趴着，可以了。是我们的。好吧，先出去来。你好，大。